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信杰。我想在整个新冠疫苗持续的一个继整个所谓的一个辉瑞药厂之后，在整个昨天的一个莫纳德这边的一个新冠疫苗的一个持续暴喜的一个激励之下，看到整个美国的一个四大指数昨天仍然持续一个大涨，甚至持续在创下整个一个历史新高上来。那台股今天当然也受到不管在美国股市昨晚大涨一个激励之下，今天随着整个所谓台积电早盘创下506元的一个整个历史新高的一个带动，今天台股早盘也是一度大涨200多点，最高来到13780点，持续写下整个历史新高。不过当整个今天早盘大盘指数大涨200多点，再度的写下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今天早盘你自己或跟着其他专家你在做什么动作，但是我相信今天在整个早盘，新讲师我带着我家族成员，不管在整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不管在个股的操作部分，我们今天是做一些获利调节动作，甚至在整个今天盘中在整个今天盘中透过整个不管在 Telegram 或者说 Line 这个粉丝团里面，我想所有信杰老师的一个粉丝团好友们，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不管你是 Telegram 的粉丝团，不管是 Line 粉丝团，甚至你是我的 FB 的股市群英会，听清楚，不管还是你是我的 FB 好 Facebook 的股市群英会，如果你是用 FB 的投资朋友，你可以怎么样直接打字去搜索股市群英会，那这个 FB 里面的一个股市群会的粉丝团好友都很清楚知道，你有发觉我今天特别提早了一个多小时，今天特别提早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半小时，把盘中的讯息直接跟你做分享，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全部都已经穿价成交之后，我就大概做完字卡，我就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把今天我们盘中的所有的动作在盘中就跟大家做分享。那有时候很多投资人我知道是说都会觉得说信杰老师，我干嘛一定要什么加入你的一个家族成员，对吧？还要花钱加入你的家族成员，或者我干嘛一定要加入所谓的那些不管是 Telegram 或者说 Lite 甚至说整个 FB 股市群会的这些所谓的一个粉丝团，虽然这些粉丝团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不管是 Lite 或者说 Telegram 这些粉丝团都是免费的，那很多投资人说我为什么还要花多此一举去加入粉丝团，我每天下午2:30到3:00我准时看你的整个三立的一个财经节目的一个 Live 的一个网络直播就够了，对不对？反正你今天做了什么动作，你下午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一些提示，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动作。但是有时候为什么说盘中的一个及时的讯息很重要，因为也许有时候你不会感受到，你会觉得说今天看我节目跟你讲买什么，今天再看我的节目跟你讲我卖什么，你明天再来做动作，我今天买什么你明天再去买，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价差没有那么大我今天卖什么股票你明天再跟着去卖，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价差好像没那么大好像没有说一定要加入你的家族团队，好像没有说一定要加入你的粉丝团。但是如果你一直是存有这种观念，而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成为信杰老师粉丝团的好友们，有时候说今天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直接跟投资人做说明。为什么这么讲的？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如果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跟你到今天今天收完盘下午2:30这个时间你来看我节目投资朋友，我必须坦白讲，不管在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不管在个股的操作方面，今天的震荡幅度都很大如果早盘你懂得拥有盘中的讯息，懂得逢高卖，我相信到今天的收盘应该都差很大。因为第一个，正如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你所看到的，盘中最高来到13780点，不过今天大盘加权指数却是开高走低，最后只是小涨的41点，收在13593。那盘中最高13780，收盘收在13593，代表今天的高低点，至少整个盘中的高点到今天收盘的收盘价，震荡幅度高达180几点，将近200点的一个振幅，对不对？那这200点的振幅，就像我所讲的，盘中有讯息，跟你到今天盘后看到的讯息，我相信很多股票，我相信整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将近两百点的价差，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信杰老师盘中的一个信息，盘中的讯息。其实差别就在这边，这个盘中的讯息的价值就在这边。
因为今天大盘加权指数高低价差将近200点，因为今天台积电高低点加差了20几块的价差，没错吧？今天光台积电一档股票高低点差了20几块的价差，今天中美金高低价差也高达多少？高达所谓的一个五块半到将近六块钱，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拥有信角师盘中的讯息，不管是我直接加入我的一个家族团队，或者至少成为信角师的粉丝团好友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盘中讯息的价值就在这边，好，只要一天的一个那种一天的几百点的价差，那个一天好几十块、好几趴的一个价差，我相信绝对让你值回票价。好，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今天的一个节目重点的看法，我想就如同我的第一章的第一页的看法一样，第一个我先给你做个预告动作，短期大盘指数随时会做比较剧烈震荡。好，我的字眼你要看清楚哦，好，我可不是写短线两个字，我是写短期随时会做剧烈震荡，我没有说顶多像前几天说顶多短线震荡而已哦，对不对？你看前几天我都说顶多短线震荡整理，波段还是往上看，可是我今天的这个字卡的字跟前几天已经不太一样了哦，短期随时会做剧烈的震荡，但是震荡整理完波段还是往上看，没有改变，只是短期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哦，针对大盘指数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整个指数没透过大财富操作，今天我们在早盘多单全部获利出清哦，那累积九天大涨了2.2倍，这2.2倍它所代表是说，恭喜各位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10万块来做大财富，10万块九天2.2倍，10万9天赚22万，你现在10万块已经变成32万，9天时间10万块让你变成32万回家，而且今天全部多单获利出清放口袋，放在口袋，对，放在你的口袋，那个钱才是最真实的，你觉得我讲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20万，9天。哦，你可以赚44万，20万现在变成64万，50万恭喜你，9天赚了110万，50万现在变成160万，对不对？直接9天赚110万，就像我所讲，直接可以换台新车的。如果在那里多赚2次，好、哦，坦白讲，好、哦，除了豪宅我不敢说的，如果是一些比较中古屋，或者比较说双北比较精华区外面的，你在那里多做几次，多赚几次这种。数倍翻的机会，掌握到几次这种数倍翻的一个机会，就像我所讲的，房子的头期款，好，不必还要什么靠爸靠妈族，不必要怎么样，你的房子的头期款还要伸手跟爸妈要，好，你的房子头期款不需要，也好，你也不需要再辛辛苦苦再存钱，只要在股票上，我说这是机会。那股票市场其实，我觉得令我觉得我。这么20几年来还是喜欢在股票市场的最主要原因在哪边？机会常常有，好、哦，机会常常有，但是当这机会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住？你把握住9天22.2倍，10万赚22万，20万赚44万，50万恭喜你赚110万，100万恭喜你9天赚了220万起来，这个叫做机会。那另外就是在针对个股部分，包含在整个台积电，好、哦，今天。的一个高到底是在逢如何可不可以如何高出低进做价差，甚至在整个中美金今天大涨创在持续创新高之后，接下来，好未来这几天如果有震荡逢回，好中美金第二，中美金第二，好我随时会在盘中，在这信角师家族成员，我随时会在盘中，好在整个透过粉丝团，给我的所有粉丝团好友们做一个比较善意的提示的动作。那当然，在整个传产股的部分，哦，银建资产股部分，继整个申宝、延中上个礼拜创下整个今年波段新高之后，接下来，哦，已经打底接近尾声，接下来随时准备波段大涨的下一档的银建资产股，哦，我待会都会在节目里面再持续跟你做一些分享的动作。所以第一个针对整个，哦，回过来针对第一个大盘的一个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我想你很清楚知道，之前在整个区间整理接近末端。好、哦，我已经领先跟你讲，这个盘要往上突破动作，而且我可不是等到要突破再告诉你哦，你很清楚知道，我从整个在十一月初大盘指数看到12481低点那一天，我就在整个粉丝团里面天天告诉大家，区间整理接近尾声，这个盘要上去，而且你如果只要是信角师，不管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或者我相信你只要是我一个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死多头、哦。
我不是每一次来到一万三就给你喊上去哦。哦，那当然，来到几次的一万三，这次终于上去。对，猜都有猜到对的那一天嘛。哦，听清楚哦，你是很清楚。如果你是我忠实观众，都很清楚哦。九月中下旬，来到13021，我跟你讲什么？好、哦，会回档，带避开了九月下旬8天800多点的杀盘。十月下旬是不是又来到12971？对不对？十月下旬来到12971，也是很多专家告诉你要往上突破的。我在十月下旬12971的时候，我还是很明确告诉你，还会再做一次的回档。有没有带你避开了十月下旬，从12971回到12481，6天590点的一个回档？好，那你不管在九月下旬的八天八百多点回档，十月下旬的5天490点，6天490点回档，之前两次来到13000，我都告诉你还会再下来整理，事后证明我讲的是对的。但是这一次来到13000，你很清楚知道，我已经就跟你讲，这次就是要直接冲上去的。好，所以甚至在整个冲上去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你讲清楚，都顶多只有短，你有没有看到顶多短线涨多震荡，波段还是往上看，顶多短线震荡，波段还是往上看。那到整个今天为止，大盘指数不是在持续大涨，写下13780点的一个历史新高吗？对不对？那你看短短的这一段时间，这波从12481到今天的13780，对不对？不到半个月时间，好，半个月左右时间，大盘指数涨了将近1300点上来。这1300点行情，你自己很清楚。我除了事先跟你预告，好，我还帮你掌握到的。这一波我好，除了事先跟你预告之外，而且帮你掌握到的。好，那整个来到整个今天13780，今天大盘指数一个开高走低，剧烈一个震荡。那我个人看法啦，今天的一个多方缺口在短线震荡过程当中，不用想啊，一定会做一个回补的动作。好，那当整个今天的开高震荡走低，接下来行情怎么看？好，我这边也跟你做，刚刚节目一开始跟你做提示哦，短期随时做剧烈震荡，但整理完波段的方向还是往上看，没有改变。但是请你听清楚，请你自己看清楚哦。来，昨天之前我怎么告诉你？我说顶多短线震荡，我不是昨天而已哦，不是昨天大涨才讲这句话哦。你知道这一波从12481上，我就告诉你顶多短线震荡，波段就是往上看哦。顶多短线涨多震荡，今天变成短期随时做剧烈震荡。那你说，信雅是我还是看不懂你的字，你在跟我们提示暗示什么？那就请你直接加入我们家族团队。如果我还特别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跟你做一些提示，做一些声明，还跟你做一些比较，对不对？两张字卡还跟你做比较，哦，顶多短线涨多震荡，短期随时剧烈震荡，你还没办法去体会我在跟你表达什么的，投资朋友们，那信教师只能说，请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家族团队，好，到时候不然到时候你不要因为看不懂我在跟你表达什么，你自己做错的方向，做错的动作，或者跟着其他专家老师在那边追高杀低，到时候被人家在未来这段时间被人家多空双扒，被人家扒出场的时候，扒了好几次出场，那真的很可惜哦。就如同我之前所讲的啊，明明大盘指数之前就是一个区间啊，那一个区间之后，你看多少人在这区间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可能过度因为自己或跟其他专家过度的追高杀低，被人家多空双扒，扒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甚至百次，最后被人家扒出场的。你不要被人家扒出场，扒到毕业之后，大盘指数这一波大涨了1300点，又如何？可你一点关系都已经没有了、啊，因为你在之前区间整理过程当中，因为你看不懂是区间整理盘，因为你没办法像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像信杰老师的粉丝团一样，因为拥有盘中讯息，可以精准掌握到每一波的什么短线或者波段的关键转折，所以你多过度的追高杀低，被人家多空双方扒到什么？已经伤痕累累，受伤惨重，甚至已经毕业出场了。那就算这波半个月左右时间给你涨了1300点，你也赚不回来呀、啊，你也补不回来之前所亏的啊。甚至你只能望着这一波大涨1300多点，望着我们的指数上面通过大财富家族团家族成员9天大涨2.2倍，你可惜你赚不到钱啊，你也不敢进来赚啊。那你不敢跟着我们进来赚的原因理由，好。所以我相信这个都不用我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就是你之前亏太多了嘛，之前被人家多空双方扒太多次了，
所以这一次你才在低档不敢赚。那如果你之前跟我们操作，几乎不敢说百分之百，十次里面可以对个八九次，那我相信这一次公开的告诉你进可以进场做多，对不对？之前每次都带你赚钱，我这次叫你做多，你当然敢跟着我们进来做嘛。那你之前你这次如果不敢跟我们进来做，我刚刚也讲的，就是之前被人家修理太多次的。所以那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短期随时会做剧烈震荡，但记住哦，我可没有说行情今天开高走低，又什么看到哦呀，青菜的亏哦别的亏钱，不要看到今天开高走低，又开始自己就觉得说哦是不是高档头部到的，哦长线高点看到这个行情结束要波段重挫的，要进入空头的，我都没有这么讲，我还是很明确告诉你，整理完波段方向还是往上看。好，那换句话说。好，待会我再谈。那针对如果说短期要随时要做剧烈震荡，但整理完波段方向是往上看的话，那重点来的，接下来针对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接下来在个股的操作方面，你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赚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回过来，就是你方向先抓住了，大趋势大方向你先看准了，然后你再来就是顺势操作，怎么做怎么赚。所以也因为之前这一波我们领先市场，是告诉大家。这个盘是要上去的，所以为什么当时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十一月五号带着我们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们带着我们家族成员进场做多，而且在当天十一月五号，所有信侨是粉丝团好友，不管我刚刚讲的，你是我的 FB， 股市群会的粉丝团好友，你是我 LINE 的一个粉丝团好友，那 LINE 账号就在这边，对不对？你可以直接扫描，或者你是我的一个 Telegram 粉丝好友们，我相信在八月五号、十一月五号那一天盘中，你绝对都一定收到我给你的这一通讯息。好，我们在我们的大财富家族成员在12850上下进场做多。那这个12850上下进场做多，我相信过去的这几天不管指数怎么剧烈震荡，甚至有收黑，曾经有收黑的时候，好，我相信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波段单就是续报，没错吧？那我们从整个12850进场做多的多单，今天盘中我特别。有没有特别提早了一个多小时盘中讯息告诉你？是不是当我们的家族成员、大财富家族成员全部穿价成交，市价全部获利出清之后，我开始做字卡。做完字卡，你去看我今天在所有的粉丝团，今天我盘中的讯息有没有比之前提早了一个多小时抛给你？好，那就是很简单，这就是信侨师还是很善意的、很热心的。想帮助各位投资者，你在股票上趋吉避凶赚大钱，所以那我这边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回过来，今天早盘，对我也讲得很清楚，哦，我这种不会跟着其他专家，老是喜欢拿着短期指标事后看图说故事放绑冒泡啊，我也不喜欢讲那种自己好像吹嘘自己好像很神呐，那种神操作，每次都是买最低卖最高，空最高补最低，哦，我坦白讲，我今天也没有卖到今天早盘的最高点12780，好，我也没有卖到今天最高点。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在12690上下附近，我们大财富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多单，我们今天全部获利出清。好，那我相信我今天也是很明确告诉你哦，我的讯息，不管是我的家族成员，不管是我的粉丝团好友，我的讯息都是很明确哦，出一半出一半，获利全部出清就是获利全部出清。那换句话说，如果大盘指数明天直接给开高走高，大涨200点，大涨300点，除非我要进场做多买回来。否则，我不会。万一明天，哦，又大涨上去，我今天2.2倍，明天要变2.5倍，甚至变成3倍，变成4倍、5倍，哦，我不会做这种事的人。我相信你只要是信侨师的长期的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我什么价位获利调节，我就说在什么价位获利调节。好，哦，那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要买回来，请你等我盘中通知你。那累积9天高达840点的一个价差，哦，2.2倍的涨幅，那2.2倍。我相信就很清楚知道，刚才跟你讲过，10万你就可以赚22万，变成32万；20万你就可以赚44万；20万变成64万；50万可以赚110万。好，50万变成多少？变成160万嘛。而且你也发觉一件事情，你不觉得说，从你不管你是我的家族成员、我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你只要是信侨师的忠实观众，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其实在整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你也可以做得很轻松啊。你有需要每天做的那种心惊胆跳吗？盯盘盯的半要死吗？连跑去上个厕所，你都要边上厕所边看着手机吗？生怕那个差个上个厕所几分钟的时间，那个几十点的一个震荡幅度价差跑掉，然后过度追杀杀低赔钱吗？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不管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甚至在个股操作，你都可以做得很轻松，你都可以赚得很开心。你也知道信杰老师的个性一样啊，我这人就是很喜欢轻轻，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轻轻松松、轻轻松松的在股票上赚，那个轻轻松松、稳稳健健在股票上赚颇多大钱的人啊。所以回过，你有没有想过，当整个十一月五号，我告诉你可以进场做多，哦，到今天为止九天840点，有没有觉得做得很轻松，赚得很开心，对不对？做的是不是很轻松，赚的是不是很开心？你要说每天在那边跟他上冲下洗，为了像其他专家。啊，做生意收会员过度吹嘘自己绩效哦，我今天这边上来，哦，做多做，今天赚的多空赚的做了几百几趟，赚了几千点，真的吗？这样子真的做那么辛苦，真的有赚到那么多钱吗？你不觉得这样做很轻松吗？你自己回过来看啊，就这样公开告诉你进场做多，今天全部哦，跟着在这边公开告诉你进场做多，今天全部获利出清，800多点，这样放口袋，很轻松吧？好，那整个指数没透过大财富操作，今天多单获利调节之后，那你说接下来是要做多还做空？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改变。记得我刚刚跟你讲什么吗？短期随时会做剧烈震荡，但是短期虽然会做剧烈震荡，但是因为整理完，波段的方向还是往上看，那代表什么事？如果有剧烈震荡逢回支撑，下一次的多单买点，请你跟紧我们脚步来操作。所以，当整个今天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们九天800多点的一个价差，2.2倍涨幅，我们全部放口袋之后，下一次多单的最佳出手时机，如果你想在盘中拥有信杰老师讯息的人，你可以直接加入信杰老师的大财富家族成员，或者至少加入信杰老师的粉丝团，成为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好，那除了说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们回过来再讲嘛。如果指数要整理，台积电不可能会大涨嘛，对不对？就如同当时在整个十月份的时候，为什么大盘指数那波，我跟你讲预告说带你避开6490点的一个回档，有没有？当时在十月中的时候谈到这档股票，所以我说过，如果你有台积电的人，哦，我带这样带你在做台积电，不是让每天在什么当日中做那个什么价差。我说你也可以做台积电，很轻松的，每一波的台积电价差都可以赚起来，就如同我有家族成员啊，他就是带着台积电来找我啊，他也不一定要买别的股票啊，他要的就是说，信杰老师，只要台积电有比较明显的波段价差的时候，你通知我高档卖一下，之后低档你再通知我买回来就好了，好，其他的股票我未必要一定要做，好，或者其他股票如果有加减，那个台积电高出低进赚的价差。我再去做拿那些价差再去做其他的股票，你还是可以做得很轻松啊。所以我想，因为时间节目关系，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你看之前在十月中旬455.5块，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台积电你手上有的人，你高出你一定有价差可以补。事后证明我讲的对不对？台积电有没有下来？下来的时候，我在10月29号有没有公开又在节目告诉你，436以下你可以分批把买回来。我还在节目告诉你，我们的成仙最低是有补到429，因为从436以下，我每台积电只要往下跌，我就要往下补，对不对？然后我不管说我有没有补到最低429啦，很简单啦，好，就有我在节目当中，我在整个粉丝团里面公开告诉你的一个价位就好，455.5块卖嘛，436块补回来，一张是差了将近20块的价差。好，那436块补回来，台积电就算短线有低，最后你看到台积电今天不是大涨创新高吗？好，当整个台积电今天创大涨创新高，今天早盘做什么动作？除了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今天全部9天大涨840点的价差，9天大涨2.2倍，今天大财富多单全部获利出清之外，第二个台积电，对不对？我说你手上有台积电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来找我，或者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今天台积电我有没有在粉丝团？那时候还在490到498块那附近，我有没有在粉丝团公开告诉你？500块上下的台积电，请你逢高出低进。对，那我今天我也不要说我出到今天最高的506，我也不要说我出到500，498就498，我就告诉你。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不管你是有台积电来找我的人，或者你有台积电，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你今天听我盘中我提醒你，你自己去粉丝团。好，如果你怀疑的人，你今天去粉丝团看我的粉丝团的 po 的文章，盘中 po 的文章，我。一年365天，对不对？10年3650天，我从来都不删的。
从来我不会说哦，万一今天看错的，我就像其他专家赶快删掉那一天的，万一这哪一档股票看错了，我赶快把它删掉，我从来不做那种事情的人，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也常常跟你讲，心想是我不是神，所以我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我也偶尔一定会有看错做错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你要的就是长期下来高达八到九成的胜率，那你长期下来高达八到九成的胜率，大赚小赔，大赚小赔，对不对？长期下来我相信你绝对可以在股票上真的赚得到波段大钱。好，那台积电今天高出低进做价差，台积电今天收盘是收到今天几乎最低点，收在484块多，那你出在498，台积电今天收盘收在484块半，一天价差就十几块，一张就差10000多，十张台积电你今天价差就差高达至少130000以上，20张台积电你今天拥有盘中的讯息，你20张台积电今天就差了260000的价差。好，那今天高出之后下来，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在低档再把它买回来？你有台积电的人，你来找我就对了。哦，这里我就啊，你如果或者你今天有听我建议，盘中建议卖台积电的人，一样，下一次台积电有价差，我要开始叫你回补的时候，我一样会透过粉丝团，好，善意的提醒你。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再来谈到整个中美金这档标的，我想也是一样，好，不管在跟大盘加权指数，不管在整个个股方面的操作都一样，你很清楚知道，我从来不是大涨上去，我才事后跟你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对，我都是在还没有大涨之前，我自就事先给预告，包含大盘加权指数这一波要往上冲上去，大涨半个月大涨1300点上来，你自己很清楚，我事先就给预告的，这一波就是要往上冲的，对不对？包含在个股的方面也是一样，还没涨之前我就跟你预告喽，好，预告中美金我看好会上去，对，那我相信。你所有的软体指标在当下11月4号以前绝对不会看到中美金的一个突破转强的讯号出现，所以我为什么常讲嘛，软体指标都是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涨上去软体指标就出现做多讯号啊。但是你有没有本事在还没有大涨之前你就在低档做个布局的动作？因为你在低档可以逢低布局，你的成本往往就比人家低，当你的持股成本比人家低，你就不会在短线震荡过程当中你很轻松的怎么样，你就被洗掉。当因为你的持股成本比较低，所以你才可以赚得到波段大钱，你才可以赚得比人家多。你觉得信假师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有你的大财富的多单的成本是在12800多点，你看前几天剧烈震荡，你绝对不会被洗掉啊！因为怎么洗，你都已经是什么大赚了，大赚数百点，立于不败之地嘛。个股的操作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买的成本比人家低，你不管它短线怎么震荡，你都已经是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了。好，那我想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多谈，因为你要的是结果，我要跟你表达也是结果。当整个中美金上来，今天，好，今天的中美金，我们在122块上下这附近，好，你121、122，我相信很好卖啦。你拥有盘中讯息的粉丝团的人，你今天120上下附近的中美金，我相信你一定卖得掉。我今天有做获利调节，我可不是今天开高走低才跟你放马后炮，哦。除了信假社家族成员之外，我所有的粉丝团好友们今天都可以帮我做见证，120上下的中美金，你今天都一定很好卖。好，而且我直接公开告诉你，我在今天盘中有做获利调节，可不是今天开高走低，最后是小涨五毛做收的时候，收在好像115块半的时候，我才跟你放马后炮。所以为什么回过来是说，如果你最近过去这段时间这个多礼拜，你有看我的节目，你买到中美金赚到钱，投资朋友。那回怪你就是缺少的是今天盘中你拥有的讯息叫你卖，因为你等到你今天收盘，你现在这个时间看到我节目，很抱歉，中美金今天的价差已经差了5-6块了。这个就是我刚节目一开始花了比较多时间跟你沟通分享的一个观念，就是信假师的盘中的讯息绝对有它的价值，不管是我的一个家族成员的讯息，或者我的粉丝团的讯息，或者我 FB 股市群会的讯息，盘中的讯息绝对有它的价值存在。好，那现在重点来的，当整个台好中美金的今天的获利调节之外，那包含在整个之前的这些股票之外，好申宝的这一波的大涨也是一样，盘中来到27，我都是盘中就告诉你，而不是等到收盘下来跟你讲。好，那整个延州这档股票大涨都一样。好，那现在重点来的，当这些股票的获利调节，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我想我对整个行情的看法没有改变，
好，第四季要买的标的就是这些。所以如果当整个营建资产股部分，即延州还有所谓的个森宝大涨之后，我想我对神采飞扬、明轩这两档股票的看法没有改变，就是打底，年底年初是入账高峰，就是打底时间剩没有几天。另外，当中美金今天大涨之后，来这些档车电股，我已经在粉丝团可以做提示暗示的动作。特工联盟最近这几天震荡逢回，我进场之后，我一定会透过粉丝团告诉你。所以，如果这档特工联盟，你希望在盘中第一时间跟着新角色进场，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新角色家族团队，或者至少加入新角色粉丝团，成为新角色的粉丝团好友。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